有，我高中跟徐但是我是觉得没有。S， 他那个最强那只比较好，最新的那只比较好。原本我是四十九，对。手机借，然后买我东西那个。S 九很贵，然后换了换了。哇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啊，没有钱要不用费用，对啊，一般不出去。哎，有半年吗？他我到去面交，他后来就承认，他就跟我说他这样不行。他开起来看你，你说这种事情好自由自由，好，我想说是有写，天天都讲好，天天讲好，是因为真的蛮可爱的，天天都跟我说。我现在把东西交到网络上，网络上没有人嘛。哎，要写什么？墨吗？墨是你一定要回答。对啊。好。我们是方法是六点五，我要等到重点。好。来吧。你昨天开始就睡觉，这不是我不要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要不要先调安排队？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哦。时间有点快，有点多。然后我就不想上去，是这样。我们量几个？不到五个。对啊，是不是太慢了？我昨天拍一张照片就好了。好一张哦，好，对不起，大家等一下上去，然后再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好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当日其实把大家都量完了。好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面包。好贴心哦！对啊，可是这里有点太多了，阿斌，你要不要带回去？要。你们带吗？我带走了。你带两条。我不要。那我们来玩爸爸的东西。等一下啊，真是不错，然后再往上一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这样。哎，可以量血压。它已经这么上面了，还不够，往后，就是往后。看起来会有分裂。冠军大叔的姿势，哎，我还蛮想看的，还没看。听说蛮好看，然后很感动。应该是。他量血压的话，我们到楼梯口排队哦。17490，你是目前最低的。17490是最低的。不是，就90啊。因为他们的降下来好像是有点偏高，因为这边有正常值在这。他们降下来都没有超过低于100。对呀，来吧。